月八日至十日上午十一点起，雅诗兰黛于忠孝搜狗举行“眼见为凭”体验会，让各位 OL 们感受全新雅诗兰黛 DNA 特润再生修护眼部系列的魅力。平时因紫外线或是3C 荧幕所散发的蓝光对眼周肌肤累积的伤害，就让雅诗兰黛全方位修护你的眼周肌肤老化问题吧。平常我还蛮注重眼部的保养，所以有时候你看很多3C 产品啊，或者熬夜会造成你眼部的老化或伤害，所以我在这边跟大家推荐全新的雅诗兰黛 DNA 特润再生修护眼部系列。哇，听了思萍的推荐，各位读者赶紧把握时间来现场体验吧。